我能自己上去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我来验收我报复的成果。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能说句真话吗？什么才是真话？你承诺过我，会爱他，会保护他，都是放屁骗人的吗？你早就料到，你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识的石俊清，不会拿女人当做要挟的借口。7年前虽然我……七年前你眼睁睁看着我离开，半句话都没有说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乎什么结果了。可他现在依然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上。继续留着。如果我告诉安宁，你当初接近他的真正原因呢？其实，石俊清改名石月是为了方便接近他们。是吗？他给了警方很大的帮助。你是说，他是警方的线人？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就是石俊清帮我们破获的。不过安宁的手很干净。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，发现安宁一点都没有沾她丈夫的身影。后来石俊清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。那现在呢？他还是不是？啊，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。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，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。你当初帮过警察的，你是好人。好人坏人关你屁事啊！你这个人懂得分好人还是坏人吗？你和安宁镇的那些钱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说我跟安宁的事。当时你们全世界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拉我上来的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信你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表情。